啊，想当科学家平白无故当了吗？那怎么能够？必须要学习。对，学习的下场，学习，学学，对，嗯，也念学。什么叫也念学？书山有路勤为径啊，小海无涯苦奏舟。什么乱七八糟的，倒了好几个字，您知道吗？还倒好辆车呢。哎，对，做买卖来了啊。这个就是做科学家得下功夫。哎，不可能跟屋待着我就科学家了，凭什么呀？那当然，怎么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没有这事儿，哪有这个天上掉馅饼？嗯，米饭、炒菜、鸡蛋西红柿汤、牙签结账，好嘛，没有。哎，这天上掉的还真齐。哎呀，我认为我是一个神童吧。您神童。我打小我三岁怎么样学前班。哦，人都十好几才去了，你看十好几上学前班是我算早的。那三岁倒是算早，三岁学前班。嗯，聪明啊。哦，聪明啊，记什么？哎呀，没有忘的不好，知道吗？三岁学前班，天天那个小米粥、肉龙，哎呦，哎呵，哎呀，嗯嗯，干嘛？您就记住吃了。三岁就这都没忘啊，这肉龙都没忘。去两天不让去了，怎么呢？太能吃了啊！好嘛，饭桶，一般的孩子饭我都给吃了，人都饿着，嗯、我还能吐呢，知道吗？啊，那吐的满屋都是。哎呦，这也叫能耐啊！后来不让去，不让去不要紧，嗯，知道吗？有能量在哪儿都能够发挥，那倒是，直接就出国学习去了。三岁从学前班出来就出国了，学前班蹭一下子啊，出了国了。哎，不错，出了国了，这一下我成功了。就在国外这些年学习，你知道草稿纸用多少？哎呦，天天削铅笔啊！哎呦，天天哎呀，忙得跟什么似的。就国外这些年，您净削铅笔有什么可忙的？削铅笔算呢，一加一得几？得二的时候、啊、得四，得六是得几？写完了擦擦，一加一有那么多答案吗？可以呀、啊，可以呀、啊，是吧？啊，天天在国外，有机会你也到国外，我也出国。哎，嗯、我在国外这些年啊，嗯，说实在的，我现在一想，想起我在国外的日子，我脑子我还哎呀，那样的，嗯，啊、哪样啊？就是国外国嘛，你都没去过我们、那个。我不知道，您可以介绍啊。我就在那个什么，哪国家？那个，嗯，哎，你看，不是走这么长时间忘了，给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哦、国、什么呀国？天天不是你先怎么没说清楚啊？哪国？你再说一遍。你先，我就用汉语跟你交谈，好吗？好不好？啊，您一直说外国话呢，合着。这样子，我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嗯、啊，还有摩洛哥吧，反正是联合。和你看你这个三俗的样子。什么三俗？知道吗？您说这地方就是大兴，知道吗？再往前点固安。什么大兴？大不列颠也不是什么什么玩意儿。什么大不列颠？我都忘了，都忘了，好些年不去都忘了，记不住了。修路去不了，现在知道吗？好，修路去不了的，去就是五环查大车，我们都过不去，你知道吗？哦，嗯。那是过不去了。嗯，就是那儿，就是什么那个德克萨斯州，知道吗？那是美国，我知道啊，美国是吧？啊，哦，重说一个，嗯，这么含糊啊？我就住在那儿嘛，那个萨克斯州嘛，是萨克斯州啊？萨干嘛住馆里头呢？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德克萨斯德州嘛、啊、对德州啊德州嘛对吗、啊、我们那儿最好的是啪叽啊、山东啊德什么德州、啊、德国一个萨拉州什么玩意儿德克萨斯州可以依你啊依我干嘛呀还有我们那儿那个我们就大不列颠那个、啊、那个庞各州嘿庞各州西瓜是最甜的了啊庞各州庞各庄还是大兴知道吗庞各州吧出西瓜庞各庄呀也不要捣乱你跟科学家你怎么这样呢你这是、啊、科学家您脑子太不好了这么些年我是一个海归这听明白了吧听明白了您看着不像您看着不像你像您盖儿是软的啊对对对对对对
咱们有区别。你是喝淡水的。对对，我是王八是吗？去美化自己。谁呀？什么叫海归呀？就是海外，海外归来，海外归来的那个归，不是。你非得给自己找一壳。哎呀，就是海外，就天天一嘴外国话啊，天天啊一 hello very out 哎有喜啊，哎啊啊娘三牛，哎八个八个，您这海归串秧了知道吗？我们就住联合国那招待所那儿嘛，是吧？联合国招待所都是各国来呢，拿介绍信来的呢，就哎呦说话就说串、啊、说串听混了。学完这些年啊，一身能耐。哦，全是能耐。哎呀，毕业了，我得回国。哦、好啊，哎，我就回国了，有志向，知道吗？嗯，我要回老家。哎，回老家，我就回来了，不在国外发展。哦，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国外吃闲饭。对，知道吗？国外也吃闲饭，就别回来了，知道吗？各国都找我。啊，德国人找我。德国人谁？德国很器重我。是吗？因为我在那儿得过奖。是啊。你得过奖吗？这句话怎么那么难说呀、啊、这个。你看我德国奖，你看。我还真没怎么德国奖、啊。哎，德国外交部啊，赵部长找我。德国赵部长。赵部长找我。哦，别走了。啊。留下吧。我天津人。留下吧。哦、哪你妈黄土不埋烟是吧。哎呀。哎呀。哪不是干是吧。哦，哪不是干。我一听不行。怎么呢？我得回国。走，你呀、啊、，play go。你先等一会儿。对，什么意思啊 ？play go， play go 怎么讲 ？play 啊 ，play 是玩的意思。哦 ，go 是走，你玩去。哎，这好嘛？您说这都是英语吗？这哎 ，play go。哦，玩去。哎，不走。又来了啊？还谁啊？美国人。美国人。美国胜利电影制片厂的书记。哎呀，啊、这个叫刘美丽。哎，呵。刘姐找我来了。刘姐，留下吧。哎呀，留下吧。都一定人，哪你妈黄土不埋烟啊！哎，走去破雷沟。哦，也玩去了。哎，哦、又来了啊！谁呀、啊？苏联。还有苏联吗？现在都解体了。苏联来，这也是也这套词儿是吗？留下吧，留下吧，哪你妈黄土不埋烟、哦、啊！这不是国外人找你，这天津哈哈笑请您的吗？这是、啊、不是？这掺别瞎掺和、啊！废话，这口风哪儿冒黄土不埋烟？怎么了？嘿，不答应，不去，义正言辞不去，知道吗？在我的正义之下，嗯，帝国主义夹着尾巴，拄着拐棍，端着尿盆，拿着饭盒逃跑了，好嘛、嗯？怎么说这帝国主义还有点产业？嗯，都走了。哦，哎呀，我回国吧。那就赶紧回来吧！嘿，给你们大伙，我你妈回国了！哎呀，嗨，嗯，别弄这脏字儿了。嘿，我是烟花三月下，怎么说有句话？烟花三月啊，腰花三月下扬州。腰花啊，怎么说？烟花三月，烟花像三月下扬州。啊、什么乱七八糟？怎么着？烟花三月下扬州，烟花三月下扬州。哎，扬州，扬州，扬州啊！什么学问呢？您回来了。回国了、啊、回到祖国我高兴啊。是啊，这么些年我已经成熟了。哦，这么多年我都变性了 啊。这倒瞧不出来，您还做了一个手术。你怎么这么肮脏啊？什么肮脏？你们很色俗。你不是变性了吗？要不你们这行业流氓都烦你们了。哎，对，流氓烦啊。不是，我就是变性格了。哦，性情变了。对了。哦，回来之后我要好好的，我实现四化。什么时候的口号？嘿，我好好干，啊、到2000年，我们就可以上月亮上去打秋千了。你先等一会儿，知道吗？不是，现在已经2009了，我们家家都能听小喇叭了，就，吹什么小喇叭？嗯，我了不起了，就。您回国干事业？干事业。哦，做我的民间科学家。民间科学？非主流科学家。我这非主流、哎？您在哪儿都做这非主流？对，我干惯了。哦，大办公室。哎呀，大办公室，巨大大办公室，哦，40平米，哎呀，40平米的办公室就算大呀，一间那么大，哦，一间40平米，对，几间呢？一间，就一间呢，那不是还是40平米吗？装修啊，啊那个大办公桌，哦，长2米，宽1米，啊，那么大，蓝地儿，白边儿，
原来当间有一网子，我给蹬下去了。乒乓球案子呀，嘿，我累累了，我啪上面歇会儿，知道吗？啪上面摔上去的那是。这边是我那个靠窗户，是我那个搁电话的地方。还有电话？嘿，我那大电话。哦啊，玻璃上有一窟窿啊，外边来打伸手倍儿方便，知道吗？公共电话呀。什么公共电话？您在那儿申请一公共电话，有科学家来跟我探讨，我没有时间去那儿打去，打去。哦，白打不要钱？不，那儿有计价器。哎，这嗨，还是公共电话呀？这边靠墙角放着我的笔筒，笔筒，笔筒。哎呀，三米高，铅笔扔在里头，哼，啊，这个、都满了里边。三米高的笔筒，对，就您这个想拿杆笔，我扔里边就不要了就。我拿着那算卦用的，哎，好嘛，当垃圾箱使唤。桌子上铅笔、转笔刀啊，格尺、草稿纸、圆规、哎呦、橡皮都有，哦，全的。哎，这儿贴着科学家的相片，都谁、啊？马克思、恩格斯，嗯，知道吗？列宁，嚯、哦，哈利波特、机器猫，是吧？哎呀，这儿有一老头戴眼镜，这是肯德基那大爷，好嘛，逮谁挂谁，您这贴满满的哦，这边元素周期表。这倒专业了。阿乌俄波波摩佛哥克那和基西西伊乌玉，这是元素周期表吗？这个这边测视力的啊，就画一个那个玩意儿，啊、就冲这仨吧，这哪都有，然后就啊这样，啊、这行了，行了，你讲都有啊，哪儿顶桥不是到哪儿都冲这边吗？都有，知道吗？啊，哎，春暖花开了，春天了，要研究科学了，哦，该工作了，先把炉子撤了。您还笼炉子？冷啊，半地下室冷，知道吗？哦，这四十米还在半地下。哎，烟筒撤下来，啊、弄干净，连炉子还给人家本家，走，拿走。炉子还是借的、哎？对了，这必须得借。买一个多好、啊！你糊涂啊！嗯，你买一炉子啊，你只能用仨月，闲九个月，知道吗？科学家不值当的，不值当。科学家会算计。哎，还给他。哦，我这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什么问题？玻璃上有一窟窿，走烟囱的，这怎么弄这个？嗯，换块玻璃又得花钱，哦，经费还没下来呢啊！哪儿给你拨呀？就下来？正好啊，正好就来这个吧。怎么了？科学研究，这怎么研究？踩凳子，啊、嗯，踩好了，来望远镜，打这儿看、哦，看天文，看对过那洗澡的。哎嗨，看人洗澡，您这科学家有一老爷们儿啊，见天跟那洗澡，老爷们洗澡，你看。哎，怎么还没搞对象呢？这人啊，盼着什么呢？老是他一个人呢，是吧？你别看好不好？看会儿啊，放下哦，研究吧。该搞牛顿。哦，这科学家，这个牛肉是怎么炖的？是这么解释吗？这个怎么烂乎是吧？啊，搁橘子皮，搁红果。好，改厨子了。试试吧，搁橘皮，搁红果。为什么炖完了之后它没有牛肉味呢？啊，忘了搁牛肉了。哎，对，干炖橘子皮呀、啊，那个。什么吃是这叫研究吧？啊，研究民用高科技，怎么还民用的屋里边研究？啊，搓弄什么呀？弄核武器，在家里边能搓出核武器来？也就一千来个，多了没有？一千个核武器，核武器民用的，民用核武器，怎么还有民用的呢？你们那核武器都大的那个？对呀、啊，嘣一下子炸完了，是惹祸啊！咱们这都这么大个，知道吗？这么点，这一挂一千来个。拿竹竿挑着就噼里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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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家做炮仗呢、哎、那不叫核武器。研究高科技啊，让老百姓的生活富足一些。研究什么呢？研究那个白菜呀，嗯、啊、四米多长。大白菜。大白菜。那菠菜啊，十二米。这么长大菠菜。哎，黄瓜，哎呦，四十米大黄瓜。嘿呦。上家去啊，给你拍大黄瓜吃。拍大黄瓜。熬大白菜吃。你看看，你看，哎、啊，炒大芹菜吃，大芹菜，哎，熬大便萝卜吃，哎呀，这等会儿吧，熬萝卜就熬萝卜啊，别加大字儿，知道吗？不是大便萝卜，你这受得了受不了？变萝卜圆的灯笼红嘛，大个的变萝卜、啊、是，就别加大字儿、加一大字表示阔野、啊、是，加一大字还表示恶心呢啊、哦！你少吃，你少吃，少吃也不成啊！研究民用高科技，怎么还民用高科技？防雨的西装。防雨，你穿一西装啊啊，打一领带上街，一会儿下雨，你算惨了吧？那就淋着了，完了吧？啊，咱们研究这纳米材料制作是吗？穿好了出去下多了雨，你这没事儿，
我不怕雨。你看这高科技，这还真是高科技。走街上没事，你多好，好是研究对吧？你外边来个雨衣啊。那别穿西装好不好啊？可以直接穿雨衣啊。可以什么可以？给女同志研究那个啊，那个防色狼的大皮鞋。皮鞋怎么防色狼？你有色狼，你不能不承认吧？啊，那我承认。你看，你看，色狼承认了。谁承认了？有色狼不是？这食色性也，这人的本性，啊、这不是坏，别过分。那是有的人好色，哎呀，爱看，嗯、啊，但看着太厉害了，色迷。哦，这色迷再厉害，色鬼，色鬼，色鬼再厉害啊！嗯，色狼啊，那就是色狼。比色狼再厉害，嗯，色魔，我都魔了。哎，比色魔还厉害了啊！变态色魔，都变态，嗯，比变态色魔还厉害的啊！啊，那就专家学者，哎，这好嘛、嗯，比专家学者再厉害的还有，就是你了，哎，这个。别老提我，这怎么防色狼、啊？防色狼，大皮鞋头里来尖儿，大铁尖儿，知道吗？一米四大铁尖儿，哎，这么大尖儿，对，这尖儿在这儿，扶着都行。没听说过这还怎么走道啊？这个、你上有雪的地儿去啊？啊，唰，跟雪橇似的。对了，穿俩滑雪板出来，知道吗？啪一抬脚啊，能把鸟定树上。嚯！跟开枪一个效果。我试过这个。是吗？穿好大鞋啊，我门口有酒店哦，大玻璃，嗯，烫火了，哎呀，这就碎了，玻璃都碎了，哎呦，保安都吓坏了啊！一帮保安，哎呦，怎么样？有事吗？有事吗？啊，没事，好啊，那赔玻璃吧。嗯、哎，对呀、啊，干嘛踢人玻璃呀、啊？您嘿，研究民用高科技，我是科学家。怎么叫民用高科技？您刚才那都不挨边、哎、蒸馒头器，蒸馒头器。解救了家庭主妇，哦，不用在厨房里边揉面蒸馒头了，这倒好事。我这蒸馒头器，你多高科技啊？这怎么个意思呢？两个铁圈，哦，拿铁把它焊在一块儿，哦，头里有把，后边有一座，嗯，底下俩灯子，安上链子，这不就自行车吗？对呀、啊，这跟蒸馒头有什么关系？骑这个买馒头去。哎哎，这嗨，用你研究啊这个。这多支持，你看骑车买馒头去多好，比走着快。废话，知道吗？什么玩意儿您这个、哎、研究会儿啊，上凳子，嗯，拿我那个又来了那位。嚯、哦、嗯，这孙子太爱干净了啊。啊，还他洗、啊、又洗去了哈。嗯、啊、就赶紧搞对象吧。嗯，哎，对，就盼上这天呢。回过头来歇会儿啊，啊，老看他不行，看会儿电视吧。哦，有电视啊，十二寸黑白大彩电，啊，什么电视？嗯、黑白大彩电，嘿，拆开了，嗯，一瞪啊，唰、啊，白了，哦，调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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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七十年代的电视，看看吧，嗯，调台，呵，嗯，有新闻，哦，介绍一个日本人，哦，为了长寿，嗯，喝尿，你说日本有人这多大胆子啊？什么都敢往嘴里搁啊！长寿吗？也很奇怪，这个，嗯，这玩意儿，这是一个发家致富的路子。这怎么发家？尿都有人喝啊！那我这些年不是浪费了吗？这叫浪费了？您打算干嘛呀？我弄点尿卖去。谁要啊？尿你怎么有这个样的？啊、你知道吗？弄好了搁瓶里，出去弄凉凉的，还凉凉的，喝去吧。哦，这还真好，你说卖尿。可以出两种，一种带色，一种不带色的。哎，一个上火的，一不上火的。嗯，对。哦，要上火了，咱们就说是柠檬口味的。这嗨，就别起名字了，这就。但是现在人嘴都刁啊！你要一点味儿没有，他不喝。那能没味儿吗？那个，我找我舅舅去啊！我舅舅糖尿病。哎，好嘛，带钱味儿。餐前那个四千多、嗯。好嘛，要死啊！他那个血糖很厉害。是。太阳劲儿撒泡尿搁一根棍儿，一会儿拿起了一大棒棒糖，哎呦我的妈呀，对，结晶了这都、啊、你看呢，这好我找他去，那找他去吧，你受累吧，支持一下吧，啊，尿点怕这就尿吗，头给尿一壶，哦，拎回来啊，嗯，搁在炉子上先坐开了它，啊，还得热热，你坐开了，嗯，坐开之后灌瓶子里边，嘿，灌好了，借一个自行车打气儿那个气筒干嘛呀？搁在里边，不是您这干嘛？气水吗？
那是这个气吗？那个啊，愣打，盖好盖，搁冰箱里边，还冻上，等它凉了。啊，我休闲一会儿吧。啊，又来了，靠这休闲呢？得啊，还有啥啊？嗯，这男的有点特点啊。哎，对，老是他喜欢着。就是，下来了。嗯，开冰箱一摸，倍儿凉，冻上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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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就自个儿消费了。哎呀，别咂么滋味，骚气，多新鲜呢！您得分这是什么呀？喝完之后觉得肚子拧得很，没有喝那个的，难受，肚子太疼了啊！我得上厕所。哦。赶紧出去开门往外走上厕所去。不是您这科学家还上公共厕所？废话，我这平房哪有厕所去？好嘛，出去没多远拐弯对过公共厕所，公厕到门口了，看厕所的拦着，干嘛干嘛干嘛，这接手，对，不让进。干嘛不让进？欺负人，人有三急呀。 啊我告诉你，是可杀是可辱，但是现在要接手，知道吗？嗨，什么话这？不让进，去去去去去，那赶紧走。啊、好，你盯着我的啊，回去，往前走，头里还有厕所呢，啊、再找去。跑了没两步，幼儿园一帮小朋友跟这玩，那玩呗，和手领着手，孩子们、嗯、啦啦啦啦啦，闭嘴！哎呀，听不得这字儿了都，现在听不了这玩意儿，你知道吗？啊 啊！一回头，这有一饭馆哦，饭馆里边有厕所呀、啊。哎，上那儿上去，迈步上台阶儿。啊，他那门上有一白色的小方块，嗯，写着个拉。哎，我这个人不是这么爱听人话的。这回呢？这次我特别听话，啊、真的。我弄了一裤子。哎呦，我的妈呀，真够脏的！您，我跟这低头正琢磨呢。啊，门开了，服务员，先生您吃点什么呀？啊，我吃什么？我回家换裤子去。我赶紧回去吧。我头出来先奔厕所找他打架去，还紧打架？不是你闹的，我能弄一裤子吗？啊，哦哦哦，你怎么这么缺德呢？问问他，他说句话连我都乐了。他说什么？你这是报应？怎么呢？谁让你看我洗澡来着？啊，这儿撞上了。